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萌鹿玩具。朱竹清的武魂是兽武魂幽冥灵猫，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敏攻系武魂。幽冥灵猫灵活敏捷的特性注定了它将成为一位出色的敏攻系魂师。除了武魂之外，朱竹清还有不少强大的敏攻系魂技，比如说第四魂技幽冥影分身。这个魂技不仅能让朱竹清画出多个分身以迷惑对手，同时分身在短时间内还具有强大的攻击力，也就是说这并不是单纯凭借速度制造的幻影。不过在朱竹清已知的七大魂技中，最强的还是他的第五魂技，他可以称得上是斗罗大陆中最强的敏攻系魂技。即使是同属敏攻系封号斗罗的鬼斗罗，看到朱竹清的第五魂技也不得不甘拜下风。朱竹清的第五魂技名叫幽冥影，相连利用这一魂技，朱竹清的身体会幻化成接连在一起的一串残影，残影一共九个，虽说每一个残影的攻击力会比前一个减少 10%， 但是只要对手被本体命中之后，残影的攻击就无法被躲避。这个技能恐怖的地方在于一旦被命中就会接连承受九次重击，只要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遭到秒杀。不仅如此，九道残影真假难辨，一旦判断失误就会迎接朱竹清毁灭性的打击。残影配上幽冥灵猫灵敏的特性，它足以称得上是斗罗大陆中最强的敏攻系魂技。如此强大的魂技，难怪同样身为敏攻系魂师的鬼斗罗甘拜下风。以朱竹清的天赋和强大的魂技，只要突破到封号斗罗的层次，鬼斗罗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所以朱竹清最强敏攻系魂师的称号当之无愧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